哇，超大盒的战斗陀螺！天啊，怎么这么大一盒啊？上面全部都是战斗陀螺的战斗图形，还有自动发射器。哦，还有这个是比赛的擂台，可以在这边进行比赛。哇，还有加速器耶！经过这个加速器，会增加它的变换攻击。这个轨道，那我们这个配备里面有天翼战神，还有这个万象宙斯，还有这个红色的是飞翼地狱翻拳，地狱翻拳。那这一个绿色的是重力魔神，哇，超级战斗陀螺！哦，今天再来，我们就要跟大家示范怎么玩战斗陀螺了。哇，还有一个很大的擂台呀！哇，这个要比赛了，我要再来要跟吴信义比赛这个战斗陀螺。哇，万象奥斯，攻击力1万啊！哇，EW。看起来就很大颗这样，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大颗，有没有比天翼战神还要大？哇塞！正面看也很大耶。好啊，赶快来去洗澡了，等一下要来玩战斗陀螺。